同样都是地中海风格，效果却千差万别。对拜托。同样都是小户型，前后几乎无从辨认。我家原来特别破。改造史无前例，变化绝对空前。本期交换空间真的让你心跳。装修对对碰，温暖心贴心。大家好，这里是交换空间，我是王小千。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在北京来进行拍摄。找今天选手的家呀，可真给我找苦了。先让大家看看这棵大树啊，一看就知道有年头了。我现在可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的二环以内，这周边大部分的人呢都已经是拆迁搬走了。但是这个大市胡同呢，可能正因为它寸土寸金，而且人口稠密，所以呢还是屹立不动。那今天我们一个选手呢，就是住在这一片的这个三层楼的老房子里面。我觉得到这儿来呀、啊，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北京的这个城中心区啊是非常喧闹的，而且呢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再加上立交桥，一猛子扎到这个非常安静的平和的胡同里面，确实会让我觉得有点恍惚。今天我们的一位选手呢，就住在这个三层楼的老厂房里面，都是父辈的这个工厂里面的宿舍了，赶紧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看到这就像以前的老筒子楼一样，两边有好几十户人啊，而且楼道里面特别的杂乱，还是个保险柜，看着挺亲切，挺有人情味的。当时我要找的是1096，应该是这户了吧，试试啊。是这儿是吧？我只要对了，你店长，哎，你好，哎呦，到你们家找找可真不容易呀、啊！这墙怎么了？这是有点反潮，它可能是老房子，又是一层吧。哦，这也不平啊，对吧？对，老房子它那个毛坯就是这样。哦，哇、哦，那你这个采光也够呛，这外头是一个自行车棚吗？啊，对，一个车棚。哦又特别不好，这怎么回事？这大包都是干什么的？就是我们那个做了一下准备，因为那个我们东西太多太乱，屋子比较乱、哦，就提前打包了一下。哎，这地怎么是下头是什么呀？哎，就是比较不平整，有坑。哎呦，这个因为小孩在上头跑，所以铺点这种软的东西啊。对，这倒挺好的，对，别磕着它了啊。哦，你这衣服都是这么。哎，这个挺像商场的，我觉得是吧？哎呀，未来想装成什么样想过吗？你们俩？就是我们这个觉得储物空间太少了，空间就一个柜子，然后我们其他东西就平时装个箱子、装个袋子就往边上一堆。你原来的这些收拾起来的东西，原来有的是。对，就有一阵摆在外头，对，都很乱。然后我们想，就是说能增添一些储物空间，然后那个颜色呢，就是有一点改变，亮丽一点。哎呀，我觉得总括来说，这是我们遇到的难度非常大的，排名前三名。我也这样觉得，是吧？行，我们试试吧，努力一下啊。就看设计师他是什么方案了，好吧？好，让观众也认识一下给他们俩进行改造的这位设计师。来，年轻设计师鲁威第一次参加节目，憨厚耿直的他做起事情来却沉稳而有魄力。虽然第一次挑战的就是基础很差的老房子，但是他却好像没有什么压力。房子老不是问题，基础差更不是问题，否则需要我做什么？有难度才有挑战，我不喜欢墨守成规，也不喜欢按部就班。这次我设计的风格是地中海，设计主题是加尔沙滩，我就是要把那杂乱不堪的筒子楼打造成为温馨浪漫的加尔沙滩，能不能做到看我的吧。对于8000元的装修基金，鲁威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建议小空间最好不要做过多的造型处理，这样既省钱又不会破坏空间的整体感。同时他也做了一个预算分配表，地台搭建1200元，马赛克背景墙700元，大型壁画800元，家具2000元，灯具1500元，地垫300元，窗帘布艺饰品1500元。一个小门廊哈，啊，这么矮呀，这是个
柜子，吊柜啊、还行，这用空间了啊，充分利用，大小，这就是墙了是吧？不是柜子是吧？这是墙，原来就是买了一些壁纸，然后壁纸不够了，然后就做了一些那个小的装饰，觉得太满了屋子里面。东西觉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来个闪烁的，没地儿晒，没地儿坐的是吧？变成什么样呢？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太多的要求，看是想出来。对，我觉得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可以，是吧？怎么都行，有变化就行，是吧？对对对。哎，那边倒挺好的，就是阳光挺明媚的感觉。对，我们家采光还可以，采光不错啊。对，那是一个小阳台，对吧？啊，小阳台啊，这个阳台封上以后，它那个噪音会小很多。啊，对，也保暖。对啊，所以就是我们那个尽量的把这个封堵的这块先保留啊、哦，就不要把它拆了，是吧？对 对, 对，拆这个其实工程量很大，你说这个我很欣慰，这样能保证48小时内能完成，是吧？看看给他们进行改造的设计师有什么样的好想法啊，让大家也认识一下给你们家进行改造的这位设计师。设计师王阿平同样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中，短发的他麻利干练，这一次的改造他采用了现代流行元素和地中海式元素进行混搭，再加以个性原创设计融入其中，同样也是想营造烂漫休闲的家居氛围。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呢叫两个人的爱琴海，提到爱琴海呢，肯定在装修风格上面大家都可能联想到地中海风格，那这次呢我这种风格呢也是地中海的一些重要元素，比如说像它的圆形啊、拱形啊，一些粗糙的表现手法呀，色彩方面蓝白色的这种经典搭配呀，那在我这个整个空间里面都有所体现。同样对于装修基金的使用，王阿平也细细算了一笔账，其中床和床品2000，衣柜1000元，地台1000元，8台8椅500元，墙漆1000元，窗帘布艺1500元，饰品1000元。首先要欢迎你们四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你们这两户都难度够大的，我觉得。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好吧？来，一起再了解一下参加交换空间的规则。在48小时的时间里，两个家庭分别用8000元的费用交换装修，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本期目标空间：小户型。两个红包里是各8000块的装修基金，是由欧亚壁纸为我们提供的，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用于两个小户型的装修。谢谢，谢谢，不客气。还有两个红包，里面是各价值8000的家电基金，是由荣升集成吊顶为我们提供的，也感谢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大小家电8000以内都可以。好，我现在把这个百宝箱扣上，等到48小时结束之后，看看在两个难度超大的小户型里，这里面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礼物。哎，好，这就真交换了啊，这可是这动真格的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发手机短信告诉我们你更看好红队装修出来的房间还是蓝队装修出来的房间。全国手机用户都是发19到10669992。48小时倒计时开始，出发。开始搜街，红队主攻建材灯具，而蓝队却意外地来到了服装批发城。来服装城干什么呀？挑件很特别的东西。跟装修有关系吗？有啊，肯定有啦。是窗帘吗？是麻花布艺。不是，跟我走吧，一会儿就知道了。看来这回女设计师要不按常规出牌了，她到底要淘什么宝贝呢？这是什么？没看出来吧？没有啊，这是。知道干什么用的吗？一个支架。对呀，想到了吗？我们的衣柜，它就是需要一个支架组装起来的。这个当衣柜？对呀。这能挂几件衣服？告诉你啊，怎么用啊？这个是墙面固定的，这个与地面固定的，然后这边我可以再无限的加这个跟它一模一样的，然后中间加支撑杆，然后加隔板，挂多少件衣服都没有问题的。黑乎乎的也不好看呀，而且咱们那大衣柜都有个面儿什么的，这个衣服挂在上头不都落骨吗？
一边是清新淡雅，一边是浓墨重彩，两个年轻有为的设计师，两个风格相同的空间，到底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一开工，自然先干的就是拆除。瞧瞧这堆垃圾的数量和规模，红队的工程量自然不小。蓝队，看这是什么？仔细看看，认出来了吗？你们家地板哦，全被我们拆出来了，工程量很大的哦。会给我们家拆掉些什么呢？别想了，快干活吧。非常不幸的是，蓝队要给你们拆除的就是你们最不愿意拆除的阳台。第一步就重头之戏，把这个阳台这块这个墙还是要拿掉。还把这拆了呀？对，还是得拆了。拆它要是把这个拆了少一层，到时候保温会不会受影响？没有隔音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解决它。尽管蓝队选手也大胆质疑，可仍然没能抵挡住设计师的一意孤行，阳台最终也没能幸免被拆除的命运呢。现在我们家阳台那样封着的，就是我是希望尽量的别把我们家那个阳台拆掉，因为那样冬天会太冷。嗯，我真为红队担心，我担心他们回来以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因为从我整体的设计角度考虑的话呢，砸掉那道墙的话，它最后的一个实用性、功能性和美观性肯定还是最好的。红队工程进展非常快，已经开始墙面改造了。他们的第一项工程是用马赛克打造电视背景墙，它的一个平整度。哦，平整度。对，而且要看那个，就是每一片的马赛克，它的衔接处和它的缝隙。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缝隙非常的完整。啊，我基本看不出来啊。对。而且呢，就是它和整个我们的顶面啊、墙面呢、啊、衔接部分，必须要形成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一个直角，啊，才算合格吧。俄平设计师正努力地在门厅吊顶上添加地中海风格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圆形的元素是地中海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手法。那我这个顶呢，是用大大小小不同的圆组合在一起，做成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圆形造型。同时呢，我这个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中的一种叫方中带圆。那么这个呢，寓意呢是比较好的，代表呢生活呢圆圆满满，非常好一个寓意。红队还在做墙面文章，不过这回的施工工艺还很复杂，先喷一层蓝色的底漆，再由专业的画师画出海天一色的景致，非常的唯美呀。您看，无论是蓝天白云，还有我们身后的那些建筑，它都张扬着地中海的那整个地区的文化气息，让你坐在家中享受异国风情，真是很漂亮。蓝队，你们绝对绝对想象不到，在你们家会有两幅这么大的手绘，太羡慕了。别羡慕，你们家的好东西也在紧锣密鼓的登场亮相。金哥，来，咱们装这个支架了。看着啊，咱放这个叠放的。哦，这个支架就是按我这横板的是吧？对呀。然后呢，这上面就可以放储物盒啊，叠放的衣服啊，鞋呀、衣服都挂在这上头是吧？对，衣服这么一挂，这么你看这一大组衣柜不就出来了吗？多实用啊！感觉怎么样？真舒服。舒服吧？嗯。沙滩的感觉。有沙滩的感觉是吗？下面我们就是要做一件更浪漫的事情，用贝壳穿一个贝壳帘。紫色的贝壳和这个白色的贝壳，因为我们要划分一个区域。一部分呢是那个休闲区，一部分呢是卧室。白色是休闲。对，白色的休闲区，紫色呢就是卧室的主色调。哦。对，所以把它们这样有机的过渡，然后呢区分这两个区域。蓝队，当你们回到家，坐在沙滩的地毯上，掀开着贝壳珠帘，看到远方的大海，这就是设计师给你们营造的假日沙滩生活，你们会喜欢吗？蓝队喜欢应该是肯定的，只不过他们现在可没有眼福，他们正忙着为你们家打造餐桌吧台呢。你看啊，为什么要用这种碎的镜面来做，干嘛不用整块的？因为整块的话，第一个是成本要高，这是一个，因为我这个是直接到人家裁玻璃店直接给剪的，就是碎的，你知道吗？没什么成本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这碎块的镜面的话呢，它形成一个空间的灵动，没那么呆板，不像整面贴上去那么呆板。陆威，我们设计师阿斌这个省钱高招非常好，看你有什么省钱的高招？
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有，当然有。由于你们家的地板原来有大土坑，而且地板磨损严重，但是要整个屋子重新换新地板，8000的装修基金肯定不够用。于是鲁威想到了省钱的好办法。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叫地胶。地胶？是。没有胶味啊。对，当然了，这种产品非常环保的，它的优点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呢，它防滑、防水、防潮，最重要的它的耐磨性非常的强，它造价非常的便宜。这一平米大概能多少钱呢？这种地胶呢，一平米只有20块钱。20？对。哦，倒很划算。嗯。蓝队的工程今天好像都是以实用为主，这不，原来拆除的阳台搭起了储物功能强大的地台。地台，然后呢，这底下呢，到时候我是做储物空间的。嗯，处一定要坚持拆这道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区域打造3个空间融合在一起的。首先，它解决它的一个储物问题；第二个，它的阳台一个休闲；第三个就是解决它的一个工作区吧，相当于这个整个这个阳台这块空间就完全利用上了。和蓝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红队也想到要搭建地台，不过他们更大胆，他们把屋子中央的会客区整体采用了地台形式，工程不小啊！这个夜晚他们可能没法休息了。经过一天的努力，红蓝双方基础工程已完成。在接下来的第二天，红队是变化超常引嫉妒，蓝队是工期延误忙赶工。广告之后，欢迎走进家装气象站。大家好，欢迎走进家装气象站。现在有些年轻人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呢，会为自己的父母买上一套居室，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呢，有时候自己也会回来住上几天和父母团聚。那么这样的房子既需要满足老人喜欢宁静安详的需求，同时也要满足年轻人追求时尚前卫的想法，那这就需要动一番脑筋了。那好，今天北京设计师乔迁就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案，来看看两代人是如何各自拥有一套自己满意的居住空间。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乔迁。这套户型的名字叫两代人的栖居，是集中国元素和现代元素混搭在一起，非常不错的一套空间。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客厅的这个大大的牙口，我认为是整个房间当中最跳脱和亮丽的一笔。首先是它的材质，是的，竟然是不锈钢的。对。然后配上这样的线帘，有一种刚柔并济的一种效果。对对对。嗯，这是新建的，以前是空的，非常空旷，什么都没有。然后里面有3扇门，门比较多，一进门感觉特别乱。啊，没有这边的这些墙。对，沙发上坐的人感觉一惊一乍的，啪出来一个人，啪出来一个人，没有违和感。然后这样新建了墙体之后，第一它有一个美观，还有功能性上，沙发区有违和感。嗯。然后把这个门挡住之后，有一个亮点，就一进门让他眼前一亮，哎，这个挺漂亮，这个家有一个氛围，有光能透过来。牙口现在就是说用马赛克来包，因为我这业主是海归，然后他的思想就比较前卫一点，再加上有老人哈，用这样的线帘可能让老人有一种往事悠悠的感觉。对。客厅的风格现代中透出典雅，门厅餐厅都装饰了祥云图案。沙发背景墙是非常现代风格的。对对对，后面用了白色、咖色和黑色，有一种跳跃感。这样其实挺像那种钢琴键的，这样当当当的。对，你可以想象音符的这种效果。对对对。看就是父母的卧室，非常的中国风，古色古香的。因为我业主的父母非常喜欢中式的风格，中式的一些元素，就像那些，比方这样的门扇、啊，对，门扇、床头啊。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床头上这个像房檐一样的立体化的设计。对，嗯，有一个立体感觉，带了这样的一个。也是帽柜，对，这收纳功能很强啊。对，而且做的严丝合缝的，全是这种小网嘛，嗯，有一种通气的感觉，然后比较通透。对，我们都是现场定做的，嗯，做的肯定要比买的便宜，嗯，
比方说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550一扇，这一套就是6500。加上床和那个床帘。对，我们要想做这样的古色古香的中国风，又想花钱少的话，到那个做旧家具的地方去定做，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博文的房间与父母的房间风格形成巨大反差，这间卧室同时有强大的收纳空间，还预留了学习工作的地方。每隔几天，博文都要来探望一下父母，同时享受一下他的另类空间。这么另类的灯是你的选择吗？是我被我一眼选中的。看得出你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叛逆气息的啊。那这样一个比较叛逆的房间符合你的要求吗？如果说我是长时间住在这边，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我可能是过一段时间过来住一次，所以当时跟设计师设计的时候也说做的要稍微的另类一点。这个灯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吧，比较多变，比较另类，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满意。说如果我妈觉得太费电了，我就把灯泡拔下来几个，然后而且我要心情好不好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撅一撅，改变一些造型，这样就是说让我的心情可以随着变化而变化一些。是可以百变的哈。对，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因为它的房子特别小，可能就有一个9平米、10平米这么大，嗯，然后所以很小，所以后面是全是镜子，然后镜子就是有一种延伸感，但是你要说白镜子太亮了，黑镜子暗暗的朦胧点，有立体效果，对，和别的地方住的感觉不一样，用色很酷啊，黑红配，体现了80后的那种发散型思维的特点。我个人觉得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就行。很多观众看到你家之后呢，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会担心造价过高。那你告诉我们，你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个整个设计加上它的家具装修和行宫服药，总共才只用了70000人民币左右。是真的吗？对，你有什么诀窍？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所有材料都是去批发市场买的。对，然后您看那个皮质的软包，用的不是真皮，那就是用的格子，用小凿小垫做。其实也加上我比较费心，然后真的比较负责任，然后带他就一个店一个店的逛。其实我们前期准备时间可能就2-3个月，这样准备，然后准备好才开始着手给他家开始装修。真的都是淘的北京市非常便宜的东西。前期的调研很重要。是，设计师要负责。客户要信任设计师。没错。好空间特色，老人房间古色古香，温馨淡雅，符合居住者特点。年轻人卧室前卫另类，用色大胆，各项功能齐备。在装修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两代人的需求，让不同风格的房间和谐于同一屋檐下，这是本期作品的最大特点。如果说您也有设计上的得意之作，不论您是设计师还是普通观众，都欢迎您发来作品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非常期待您的参与。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红蓝两队的家装进程。经过设计师和技工的一夜奋战，红队的面貌有了惊人的变化，就连一早赶到的红队选手也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太神奇了，你们这一晚上工作量真大，还挂了一个纱幔在这儿。对，怎样，漂亮吗？漂亮，有点那个一起床拨开纱幔看到海的感觉。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把床头也处理了。对，床头整个包起来了。好嫉妒！哎，鲁威，咱们改造是不是都完成了？别再改了，再改我都嫉妒死了。不带这样的，别忘了，你的房子可在对方的手里啊。蓝队大夫，你们也要好好的给我们家改，不然我们就不走，住在这里了，你们就别想回来了。这会儿的蓝队是该着急了，已经第二天了才开始刷漆，工程进度的确不尽如人意。现在才刷漆，完得成吗？那赶紧刷吧，那时间是。蓝队抓紧赶工，而红队却是看点颇多。这里边还可以放衣服、放鞋子，是吧？对，咱们那个小户型设计当中啊，对，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玄关和一个鞋柜。哦，单从那个实用角度上来讲，我们最终选择的这个鞋柜，从外面进来以后，像这种小户型不会一览无余，它就起到了一个玄关的作用。在这会挡一下，对，有一些私密感在这边。再回头看看后面。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所有的海景。对，这就是我们的设计理念，一步一景。蓝队的墙漆终于完工了，简易衣柜也穿上了华丽的外衣，红与蓝的对比非常夺目抢眼，选手先前的顾虑看来也打消了。怎么样，效果？效果还真不错。为什么？
干活呢。我先把该说的在这儿说了得了，给他们节省一点时间。送旧物啊，我是来这个送题目的。这个东西呢是扣子，其实啊咱们家里面的那些旧衣服上有好多的扣子，而且有的时候你买了新衣服它也会有那个一到两个备用的扣子，这个长年累月的家里的各种扣子就会有一大堆，也挺讨厌的。但是扣子其实长得很漂亮，扣子的样子很好看，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命题就是工程本来就紧张未完，小千又来雪上加霜，蓝队需要加油了。而这边的红队由于工程基本结束，抢先进入改造环节。小小的纽扣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呢？你们俩好好想想。纽扣？对啊，纽扣能做什么？就穿帘子呗。帘子咱们已经有了，咱们把这个三种颜色的纽扣做成三条鱼怎么样？三条鱼正好和咱们这个地中海的主题比较扣。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三条鱼呢放在他们餐区吊灯的上面，一定很有食欲。吊灯上面哈哈，对，吊灯啊，因为咱们中国啊有一句很好的话叫年年有余，所以我们把这个纽扣呢放在他餐厅上面，象征一个吉祥如意的意思，好不好？蓝队还在继续赶工，目前好像正在制作照片墙，这些照片全部用一根根的麻绳穿起来，方法非常的新颖，但是耗时可不少。都五点多了，怎么咱家还没收房？对啊，都五点多了，按理说咱家工程量应该比他们家小多了呀。不会全被拆了吧？我估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哎，对，老公老公，咱们最后那开箱的有保环节，你给我准备什么了？你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什么黄金白银呐、都可以。我不求有数，我的银行卡全给你算了。我赞成。再说了，也没人通知我给你准备礼物吗？不可能，又开始懵。真是一边欢喜一边愁啊！蓝队还在继续赶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旧物改造环节。选手建议用扣子拼出三口之家的小人图形，设计师建议把普通的白色灯罩加上五彩的纽扣，两个创意最终都被采纳。还没干呢，我这个也完成了。看，夜晚很快来临，蓝队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这边累极了的设计师和技工在等待中睡着了，只剩下两位选手忐忑不安，窃窃私语。等待的滋味的确不好受，好在蓝队终于快了，他们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这是一份礼物，这还有一份礼物，据说有人待会儿要在这儿求婚，我就纳闷了，这两对选手都是老夫老妻了，其中有一对孩子都快打酱油了，已经三岁了，这求哪门子婚呢？但一定是有原因的。48小时的改造工程已经结束了，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对我们整个这个工程的最终效果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也有个别的小小的遗憾，比如说门厅的吊顶呢，和我实际想象的有点差别，我觉得有点琐碎了，但有一些地方呢，还是非常超出我的想象，比如说这餐厅的吧台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做得非常的一个自然，而且呢它这个造价呢也很便宜，才200-300块钱左右就可以把它搞定了。像其他的呢，我的这块的重点的这个造价花的比较多的呢，主要是在家具和我的窗帘这一块。家具呢和窗帘大概这一块的整体的费用在3000块钱左右。然后后期的灯具和配饰呢大概也是在1000多块钱左右。整个地台这个改造呢是指现在目前我这个工程当中的花费也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它的整个的装饰和地台写字台，那这个整个的费用呢是在1500块钱左右。给自己打个分吧，我觉得应该是给80分。没有台阶，你都爱好抬脚。哎呀，阔别48小时了。担心吗？好期待。看看你忐忑的心在加速跳动。啊，你看这个忐忑这两个字儿非常有意思，就是心上心下就叫忐忑，非常有意思。咱们就看了啊。好。两个人的爱情海，3-2。哇，哇，太大了！哇，还挺好的。
怎么？这是那个餐桌是吧？餐桌，好漂亮啊！我觉得好浪漫啊！这全都是，你看，好好的镜子都给你们砸碎了，又摁到墙上去。哈、啊，就是我们的餐桌。不是，那个，这个是地中海那边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风格，就它有很多的那种陶瓷的东西，会是那个碎片。再给他那个用这个包缝剂，这是真镜子，这是玻璃啊，真镜子，你看都照出人家，不，他也勾了缝了，但是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特别使劲的去，他现在还没有干透，嗯，哇，好浪漫哦，沙发红酒不错，嗯，哦，沙发，哎，后面是还有东西，好眼力，啊，这是。衣柜哦，这是衣柜，你看给你买了一些整理箱哦，哦，这回这边够大了，这边够大了。这是干嘛的？你们不想拆窗户，但是我们偏想拆窗户。哦，没拆多少啊？都拆了，怎么没有拆多少？这底下就完全拆掉了。哦，我知道，我是说没有拆的太多，没有再往那儿就拆到别人家去了。保温的问题是吧？哦，对，保温的问题，一铺了地毯，哦啊，二这后面加了桑拿板。哦啊、哦，对，第三、哦，你如果嫌这个窗帘还不够厚，嗯、哦，你可以在冬天换一个更厚的帘子。哦，然后你甚至可以考虑啊，你看你后面的那个小散热片那么小、嗯、是吧？对，换一个大的。哦，这个我们不能做，因为这个它牵扯到一个试水啊什么的事儿。哦，我们家冬天挺暖和的。挺暖和的是吧？对的，因为我们向阳嘛，有采光好。对对对 对, 对, 对。它灯挺漂亮的。对对。哦，那个灯有纽扣，纽扣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旧物改造，对，嗯，哦，这是旧物改造那个纽扣。没有别的疑问吗？我想想，当时我们家这是窗户，嗯。忘了原来什么样了哦，这有点不是，我是说对阳台这一块你们没有疑问吗？这个地台是吧？嗯，这个地台有什么疑问吗？这个疑问很大呀，它能放东西呀、啊，哦，还真暗藏玄关。对呀，小户型一定得有地儿放东西，要不然就乱死。哦、这次储物的空间可真做足了。对，我没想到那个阳台会变成这样。啊，刚才你看到这个了是吗？啊、哦，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刚才没还您还没问到我那旧物改造，我就没提啊、这也是旧物改造之二、嗯，看出来的这个意思了吧？对，我们俩现在就开始知道这个了，开始制造这个，准备知道这个，准备知道这个了哈、嗯。然后制造完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幸福快乐的一家。现在你们也是幸福快乐的一家，只不过是快乐小两口，回头就是快乐小三口。对对对，这个是蓝队的选手自己的创意，自己的制作。是吗？哎，我喜欢这个，很可爱哈。床给你换了个新的，哦，床换了，哦、换了对、哦，换了，对，嗯、这个还有特点，没看到。啊、哦，我们的照片，对，你随时可以往上添加，就是麻绳。哎，这个、哦、这个照片墙真的很有特点啊、哦。嗯。哦，它放了一块哈、啊。给你把那个门啊，就变得不那么简易了。啊、哦，包了、嗯、包了一下、嗯，这个其实就是油画框。哦。嗯。然后这边的这个镜子也是用的这个框，没看到这个吧？啊，这个落地镜，嗯，对，穿衣镜、哦。对对对，我开始落地镜是在那边。啊、对，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这是你的卫生间、哦、是吧？嗯，凹了，嗯，这儿就是哦。这儿也变了啊！就这块因为就两个三个小射灯，其实平常也就是这样悠悠的就很好看。这是那个玄关哈、啊。啊，玄关，对对对然后呢？哦，他包上了暖气，嗯，哦，咱们进去，咱们在这儿三个人就像三个幽灵。哦，整个色调就是这种蓝白，地中海式的整个的这种颜色上的风格以蓝白为主，然后还会加一些这个小的花，比如说你的床品，比如说你的凳子套、哦、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小桌子挺漂亮的，小桌子对对对啊，非常有特点。嗯，怎么样？你们觉得整体看完了？挺棒的，我忘了我们家原来是这样了。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你们一直想要说简约时尚现代的风格、嗯、这个应该说它的风格化很明确，就是地中海。嗯，简约颜色，对，
也是，我们的色彩还真是不太是吧？对，都挺满意的，感觉挺棒的。你这说的我心里直上下上下的忐忑。我们原来刚开始的时候说那个窗户、那个阳台这地方千万不要打，但是打完之后感觉效果确实还挺棒的，还挺棒的哈。对对对对，那就住住看吧，因为有的时候吧，虽然说只有两天没有回家，48小时没回家，可是由于变化太大，一下子人就有点发懵啊，有这感觉，有这感觉吧，就吓懵了，就感觉不是像我们家，这是哪儿啊？这需要慢慢住一住，看一看。我跟你们打听点事儿，那边是什么风格？小点声。刚才你进来时候跟我说我们家地中海，我挺惊讶的，那边也是地中海。哦，是啊。啊，对对对。那哪个地中海好啊？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地中海，估计那边哦，两个、啊、都是地中海，但又不是一个地中海，啊、完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嗯、走吧，这也太有悬念了，这个事儿。我感觉跟两个真的不太一样。不是，是吧？对对对对，还出来订第二个。杂乱不堪的筒子楼，经过48小时的改造，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假日沙滩。我想，我实现了我的承诺。在那个设计风格上，我运用了地中海风格和田园风格的一个混搭，从色彩结构上以蓝色和白色为主，以米黄色和小碎花作为点缀。在格局划分上，我把整个的小户型划分为三个区域，首先第一个是用地台打造的休闲区，然后是就餐区，然后还有卧房，三大部分。我想蓝队肯定想象不到他们家会是现在这种效果。叫这个假日沙滩，嗯，充满度假的感觉哈。看吧，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三，哎，对，我现在再问你们一句，这等好几个钟头回不了家，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特痒痒，特痒痒。我现在都已经是午夜时分哦，天哪！看看你们的等待值不值？三二一，假日沙滩。哇，太漂亮了！这是咱家吗？哎，你看这海，真漂亮！小船，真好看。哎，小鱼，嗯，哎，这鱼真好看。咱们先睡觉。大变样吧？嗯。嗯，我家原来特别破，那谈不上。但是我要跟你说，这是我们拍了到目前为止有600多户了啊。我们交换空间拍了600多户人家，我认为你们家是前后变化最大的。是，对，就是真的悬殊很大啊。那个这个这个帘儿是贝壳，哦，贝壳是吗？贝壳状的，对，贝壒是我自己的，真的贝壳是吗？然后呢，这都是手绘的，像这个海鸥啊、小船啊、海天等等，下面的建筑全都是手绘的。对面贴的是马赛克，那个马赛克你看也很像贝壳，嗯，它的颜色，还不同的对呀、啊，就是它因为它是贝壳色的，所以它是那种七彩反光的，太大了。嗯，你们看，说三只小鱼好看了，看出来它是什么做的了吗？扣子，哦，就改造那个扣子是吧？对对对，没错，哦、嗯。我特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好看、是吧？特别有感觉。你看到这个表的时间，就知道你们等了多少个钟头了呀！这是，然后这是给你们做了一个小餐桌，嗯，你这个门里面是厨房对吧？对对对，这个餐桌是可以挪动的，对啊，可以，上面是轮儿，嗯，然后这边有冰箱，那你做饭要从冰箱里拿东西呢，就会比较方便，啊、是特别。到这个地台上。哎，我特喜欢这块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看。哎，这个彩儿真软。这个其实是像沙滩嘛，这个颜色。这样，二、真漂亮。那，哇、这还能放东西是吧？能放东西，这一溜都是柜子。进门这柜子还没太注意。没注意是吧？这还有个大镜子呢。哎呀，多大的镜子呀、这一下这个照全身。这边是一个百叶的柜子。哎呦。真棒哎、从这边开那打水对、对，好多都是我们平时我特别想弄，然后老公都舍不得给我的。
来，我们到上面来坐一下，试试这个垫子，然后说一说你们心里面的对这个房子的总体评价，我听听。就是心里特别感动，特别感谢设计师。嗯，我觉得因为我们家以前特别不好，然后他给我们变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浪漫，嗯，就真是打心眼里特别感谢他。嗯，还有我刚才看到就是，床头那个纱帘就好像有一种就海景房的感觉，就是一个窗户在窗户，就一下就是，早上一醒来，从那个窗户望出去，好像就像望着一片大海的那个感觉，特别棒，超级无敌，超级无敌海景，大房间，主要那个效果特别好。嗯，那这意想不到，这些墙啊都是手画的，除了马赛克这些墙，都是手画的。你会发现，你看你的顶儿，就是它是有那种淡淡的蓝色，淡淡的云，嗯，啊，那种感觉，就蓝天上那淡淡的一抹一抹的云啊。然后的这边呢，从建筑到天，就是海天，然后有沙滩的衔接，就是真的就是很像画儿，我觉得。好吧，满意就好。我们把红队特别满意，特别满意，特别满意。把红队和两位设计师都请进来，好吗？好。就今天呢，这个礼物非常的有意思，先送第一份啊。是不是有人要认领一下呀？是，亲爱的老婆，还记得当年买这个小房子的时候，借了很多钱，为此也缩衣节食。那段日子其实过得挺辛苦的，回想当年，感觉岁月匆匆，我们的小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人生的几件大事都已经完成，现在就剩下孕育一个小宝宝了。也希望明年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多个小宝宝跟我们一起过。啊，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哪天？刚过。嗯。11月5号。10月5号是吧？对对对。哎呀，这掐指算来，时间紧，任务重啊！要想在明年10月5号的时候抱上第三口，是吧？我们正在孕育。对对对对对，他们刚才已经收房的时候表达了这个意愿，就是。制造小人的意愿是吧？他自己说的，要开始制造了。来，这是那个礼物，对，一个小项链，很漂亮，送给你。嗯，来祝福一下，谢谢。嗯，那个我这里头没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送礼物的环节呢，当然还是没有结束的，你帮我拿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来，嗯，他好像都知道了似的，我感觉没有，还以为你要往我脖子上系。我会那么小气吗？送项链就送块布，等着啊，准备好了吗？三二，老婆。当了所有观众，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再给你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愿意。怎么，你们孩子都已经2岁半、3岁了，真的就用这个开玩笑的话说，都快要会打酱油了，你怎么还求婚呢？哦，是这样，这是为了满足我老婆的一个心愿，就是在。我们办婚礼的时候，特别遗憾，就是少了一个环节，就是我向他求婚的一个环节。嗯，之后呢，就是我们参加了很多朋友的婚礼，他也是一直特别羡慕，耿耿于怀。对，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把这个环节补上，也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怎么样啊？行吗？嗯，又出汗了。非常感谢我们的选手。告诉我们他们这么幸福甜蜜的生活，可能有些小矛盾，但是幸福是主流。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暖流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欧雅壁纸以及荣升集成吊顶给我们提供的装修基金和家电基金。节目的最后，还是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咱们一起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两个用几个家的房子，你家有我装，我家
有你装，只要别和从前一样。电钻嗡嗡响，满天尘飞扬，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庞。你家很漂亮，我家怎么样？别让我回到老地方。新的环境，新的变化，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小户型难做吗？我想我实现了我的承诺。小户型，大智慧，新生活，新体验，我们期待。同样都是地中海风格，但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效果，你会给谁投票？